育 Mavic Care 2 教学视频，对屏方法。开机时，飞行器指示灯为黄灯快闪时，就需要先完成对屏，才能用遥控器操控飞行器。本视频包含通过 DJI Fly App 完成对屏，或通过遥控器按键完成对屏，开启飞行器，将移动设备与遥控器连接。打开 DJI Fly App， 点击右下角的连接飞机，进入连接界面后，点击右上角飞行界面，打开设置，在操控页面底部点击配对飞机对屏。当遥控器发出滴滴滴提示音时，且遥控器电量指示灯呈现跑动状态，即可开始对屏。长按飞行器电池开关约四秒，听到提示音后松开，电源指示灯进入跑动状态，飞行器开始对屏。当遥控器提示音停止，遥控器电量指示灯停止跑动，恢复至电量显示状态， App 显示图传画面，则对屏成功。您还可以使用遥控器组合按键实现对屏功能，同时按住遥控器左上方的自定义按键、右上方的拍照录像切换按键以及遥控器顶部的拍摄按键。约两秒后，遥控器发出的提示音，且遥控器电量指示灯呈现跑动状态，即可开始对屏。长按飞行器电池开关约四秒，听到提示音后松开，电源指示灯进入跑动状态，飞行器开始对屏。当遥控器提示音停止，遥控器电量指示灯停止跑动，恢复至电量显示状态，飞行器电源指示灯停止跑动，恢复至电量显示状态时， App 显示图传画面，则对屏成功。感谢您的观看。